在做什么啊？我在做一个小丑。小丑，看一下。你看，在做一个小丑。这小丑，这是成品吗？还没有，还可以打磨。哦，那你成品给我看一下呗。好的，来到这边。这一个如来佛祖，这个是如来佛祖，这个我做了4天。多少钱？这个900。900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的？这个，这个是一个山寨木的，一头牛气冲天，这个非常漂亮，这个很精细。这个多少？这个我做了5天，这个1100。哦，那还有吗？还有没有其他的？这个兰花也很漂亮，这个崖柏的一个坨，一个兰花，非常做工非常精细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我做了7天，做了1500。